可不行，你快点，林心。宋楠。林心。别动手。我错了，我混蛋，不应该说那些话，我向你道歉。你以后不能这样了，我担心你很久了。嗯，知道了。韩伯伯好。这巡捕房怎么这么快就把你放出来了啊？啊，人没事就好。啊，进去吧，吃块豆腐去去晦气。不吃了不吃了，今天没少吃豆腐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来就是给苏。给你们报个平安。哎，楠楠，你去给我泡杯茶去。去呀。你有没有觉得楠楠最近有点反常？平时我说他几句，他上来就挤兑我。哎，这次啊，我说啥他就听啥。你要是知道点啥。你可不能跟他一起瞒着我啊！啊！你们俩得相互扶持，知道不？嗯。你们俩。哦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您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肯定保护好他。你放心啊，韩伯伯啊，茶泡好了啊。那个，这晚饭啊，我就不去了啊，晚上我还有事儿。你跟楠楠去吧，年轻人多聚聚，我就不掺和啊。哦，哎，行行行，那您别去了啊啊啊！晚上早点回家啊啊啊啊！谢谢啊，韩伯伯。晚饭，去哪儿啊？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现在上海三剑客，上海三剑客，惩恶除奸。来来，再喝点，再喝点儿。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我记得三剑客里边那个皇后。有一个大钻戒，对吧？对啊，你也得有。我找找，瞅啥呢你啊？
大哥，来试试试试。太丑了，这太丑了。丑吗？啊，给何小月新婚礼物。随份子，随份子。啊，不行了，你快点，林心。宋楠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我也觉得好看。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来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们拍张照。